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日本的张薇薇同修与我们分享。被诊断为癌症的张同修，幸遇台长慈悲点化，精进修习心灵法门，短短30天，癌症神奇消失，让我们掌声欢迎。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位龙天护法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卢俊宏恩师。大家好，我来自日本共修组，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学佛后的经历。我的胸部从2014年开始一直疼痛，今年2月17号我去健康检查中心做了脊椎和胸部的检查，2月20号检查结果出来了。当时医院的大夫看了脊椎的片子之后说我两节骨头有前后错位的。在他给我讲解脊椎这张片子快要结束的时候，我看了一眼胸部的那张片子，在这张片子右侧的上半部分我看见了许多白色的点点，因为这张片子的左侧上没有这么多白色点点，所以我好奇地问了一下大夫，片子右侧白色的点点代表着什么？他看了一眼说，可能是钙化后所产生的。我又继续问，钙化是什么意思？大夫说，可能是癌。他说，我们这里不是专业医院，我可以给你介绍专业的医院。当我听到癌这个字的时候，脑子嗡了一下，就觉得嗓子干得不得了，身体几乎是要瘫软的状态。当时在想，老天，为什么这么不公平？我已经经受了那么多的苦，遭了那么多的罪，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和折磨，为什么老天还不怜悯我，还要把灾难降临到我的身上？这是为什么？我不止一次地问天问地。就这样，我浑浑噩噩地离开了医院，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回到家的。这一天是中国的大年初二，在这个举家团圆的日子，而我却一个人无依无靠地在医院接受着这样的噩耗，那种绝望、悲痛、无助的感受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2月23日，师父突然访日，从知道检查结果到23日只隔了2天的时间，这个真是太及时了，犹如及时雨一样。26日，在师兄们的帮助下，有幸让师父帮我看了图腾。师父说我胸部癌症的位置不太好，在右侧偏上方，师父说的位置就是我亲眼见到的片子上那些白色点点的位置。师父还看出我有抑郁症，感情上出过问题，曾经不想活了，年轻时吃活的东西太多了，身上有流产的孩子等等。当时我就借这个难得的机会，把梦见一个像日本忍者一样的黑衣人从后面抱着我，把我往后拖了一段距离的梦境告诉了师父。师父说这就是有人来拖我了，并且师父告诉我现在是业报现前。从佛友见面会回来之后，我在家里佛台前和观世音菩萨许愿，放生2000条鱼，每个月除了初一、15之外吃20天素。病好了，我还要现身说法，救度更多的有缘人，让他们都离苦得乐，并且还要度化我家人，让他们相信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因为在佛友见面会上得到了观世音菩萨以及师父的加持，
从第二天开始，我早早的就醒了。从此以后，我坚持早上做功课，在通勤时间以及工作中都在心里念小房子，几乎每天晚上念经都念到快到半夜十二点，困得一个劲儿的卡头，实在挺不住时就掐着自己，让自己清醒一些再继续做功课。以前连功课都不做的我，现在每天的功课是49遍大悲咒、7遍心经、21遍准提神咒、21遍消灾吉祥神咒、5遍礼佛大忏悔文，外加小房子，一丁点儿过度的阶段都没有，可想而知其中的艰辛。3月7号，在上海同学们的帮助下，成功放生了2000条鱼，并且在师兄们的助念帮助下，一个月的时间烧送了70多张小房子。之后我去医院做了检查，当大夫告诉我说一切正常的时候，眼泪再也忍不住了。这泪水包含了当初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却一直压抑自己不敢去想的那种对结束生命的恐惧，以及到后来接受了癌症的现实并努力调整乐观心态去面对现实的心理历程，还有那些没日没夜念小房子的日子所付出的艰辛。在这短短的30天里，让我体会到了一个被判死刑的人又重获新生的悲喜交加的感受。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军宏恩师，感恩师兄们。在短短的30天，我自己亲身见证了心灵法门许愿念经放生是有多么的灵验，并且自从我念经之后，我的头发不再大把大把的掉了，几年前的一次崴脚留下的疼痛的后遗症也消失了。3月22号，在家上香时看到了观世音菩萨，当时跪在佛台前的我哭得一塌糊涂，脑子里浮现了师父在一次法会上说过的一句话，告诉那些还不相信的人们，菩萨真的在的。5月24号，在众多师兄的帮助下，我中国的妈妈设立的佛台兑现了当初如果我病好了她就改信观世音菩萨的承诺。我曾经因受感情的伤害2年内自杀了4次，也许是老天的眷顾都未遂，并且当时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利，处处犯难，处处遇坎儿，后来又得了癌症，内心无比的怨与恨。自从我与心灵法门结缘之后，我知道了这些都是因果，是我前生造的因，今世我就要承受这样的果报。自从我好好念经好好忏悔，我的一切都在变好，我感受到了南无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真正感受到了幸福。如果不是南无观世音菩萨慈悲救度与加持，如果不是卢军宏恩师慈悲救度与加持，或许我的人生就终止在了39岁这一年。所以只要我活着，就要把心灵法门，把观世音菩萨给予我的幸福
传递给更多的人们。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摩诃萨，感恩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卢俊宏恩师，感谢大家。